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。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不懈努力，我们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。现在，中国经济 韧性强，潜力足，回旋余地广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。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。我们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，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， 以自身发展为世界，创造更多机遇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，蓝图已经绘就，号角已经吹响，我们要踔厉奋发，勇毅前行， 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。几天来，记者朋友们对大会进行了充分报道，向全世界传递中国声音，传播中国共产党主张， 使世界的目光注视中国。感谢你们的辛勤工作，大家辛苦了。Thank you for your hard work and the job well done. 欢迎大家多到中国各地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客观真实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， 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，讲好我们正在经历的新时代的故事。谢谢大家。Thank you, friends from the media and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.